是共听呀。胡明，快人快语。小蚊子呢，就是事儿，小事儿妈，最好是南京人，容易南京人。我叫倪妮，我叫邓丽，我叫周梦乔，我叫张豆豆，我叫钱柳莹，我叫白雪，我叫孙佳，我叫韩希婷，我叫袁欧纯子，是南京大学，学的是财务管理。拍这部戏之前，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集训。一个苏州评弹的，你品尝第一口的时候，都是用这个勺。教我们喝酒、抽烟、打麻将啊，书法啊、行谈课和南京话课，怎么样穿旗袍走路，怎么样婀娜多姿啊，风情万种啊。怎么样靠近那个年代的女人，大部分都是对于一个妓女的诠释，那种比较媚的妓女装，灰的是30年代的那种大波浪，那个眉毛是特别特别细，像月牙一样弯的，眼睛是飞起来的眼线，飞得特别特别的高。我是定了很长时间，定了4-5轮。摄影师会打光，你看你这个政策，眼睛底下要有那个黑的那个，就是那眼影，